今天我们来试玩一下 XGP 的免费游戏《原子之心》，震撼的场景和2023年堪称顶级的优化，让这个6800U 核心掌机在 1080p FSR 加持下基本上是可以稳定60帧。而且这个游戏是首发加入 XGP 的，300多块的话三年能开 XGP，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这边是基于 Steam Deck 这种掌机操作系统思路优化过的 Windows 系统，也就是这个野蛮优化系统，下载的话见评论，我们直接看游戏。刚进去我是先折腾了一会儿，后来发觉 1080p 开这个低画质是相当流畅，瓦数也在这个14-18瓦之间。然后我锁了下这个40帧，好像40帧不是那么的好，瓦数没下来太多，那我们就60帧游玩。整体来说这个游戏做的还是相当的舒服的，个人还是相当推荐大家试玩一下的，至少 XGP 的话充三年真的是不会亏，游戏素质也是相当不错。之后就是跟着常试玩，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嘛，像在中国似的。少校同志，你难道去过了？我哪儿没去过呀，那什么，好像中国是没去过。3826号设施离我们的中国盟友也不远啊。我喜欢他们那股劲儿，而且反正听说是个好地方。此话不假。近在咫尺，你我就站在他的门槛旁边。少校同志，只要迈进去那所高楼的大人类就能够都等着实现惊人的飞跃式的进化。我们熟悉的世界要彻底改变。我这还一点也不夸张。看看我们少校同志，你还真是悠哉悠哉呀。车已经到了，你赶紧去谢奇诺夫博士办公室拿通行码。就在他保镖那儿呀，那就厉害了。核聚合物模拟试验机，爱死这地方了，再来多少次都不厌，真好。科学就是力量，告诉你这才叫格调。再难过的坎儿，在老板眼里都是小事一桩，实在佩服。科学当然能克服一切障碍，那怎么连啰里吧嗦的手套都收拾不了？少校同志，这个是你的座驾激活码。谢了。座驾已在楼下就位，时间不多，请你迅速行动。还是坐原来的电梯下去。行了，大聪明，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呀？请系好安全带，祝您一路顺风。怎么连收音机都没有？大集体2.0即将准备上线，全苏联人民欢呼雀跃，每个城市。是啊，过分了。怎么会？好吧，也是意料之中。我可不会给马屁精什么好脸色看。现在还有人能让你尊敬有加吗？有啊，像谢奇诺夫博士，他从前在手术台上救过我的命，至于其他人就得努把力了。话说回来，我们他妈的为什么要开绑在破机器人上的烂车？飞机都没了还是怎么的？这两处最为著名的试验区通过磁浮轨道连接在一起，这一技术由切罗梅设计部牵头开发。
获列别江斯基博士鼎力支持。这家自动化工厂负责机器人组装和设施内综合体所需机器。不好，开启战斗模式了。说什么？别唬我！小心！这我又能怎么办？安全带，我他妈！请您在车辆停稳后再解开安全带。少校同志，手拉好，我护送你去瓦维洛夫综合体。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好意思，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所有机器人突然一反常态，变得充满敌意。我说你他妈会不会走路啊？都他妈赶紧给我从这滚开！他们这样真的不好。电梯运行。电梯再次继续上行，宝石牵引机器人将马上来进行磁力耦合，并且把我们送去。你妈的，再敢来试试！啊，少校同志，救命！要掉下去了！什么情况？巫师，巫师，一三呼叫。是你啊，谢尔盖，一切都好吗，孩子？报告老板，我还好，但外面已经大变样了，肯定是出了什么事。维克托·彼得罗夫闹出的事儿，这个叛徒有大集体中控物的访问代码，就是他黑进去，让民用机器人袭击涉事员工的。你去把他带来，要活的。明白。目标维克多·彼得罗夫，把他活捉过来。嗯，通话结束。叫你呢，什么事？来点目标信息。维克托·彼得罗夫是负责大集体2.0的首席工程师，因叛国罪被捕，在瓦维洛夫综合体服刑，参与社区服务。明白了，不难对付。从哪儿找起？只知道他在瓦维洛夫综合体的地下楼层，得先想办法进去。行，开干。